回家感觉很舒服啊，就感觉是一个职业队。I was thinking having a pajama party.
进去了，
这应该是没有用，确定是开始喝多少？我脚就没办法完全碰进去了。三人同行，一人对。在同行一样，你对吗？对，还对上行啊，没好哦，帅哦。随便坐吧。对啊。Welcome back. You see the carpet? Oh yeah, I need one for the house. Right one. Like it, Pete? Do you like it?What do you want to say, Pete? Sexy boy, sexy boy. 哇，乔军走错啊！我帮他，对，那队长一定要给他 special。他最喜欢的位置啊！真的。放这边可以吗？还有线可以跟你对齐。这么大一个位置给他。这张冷静。磊哥确定这个位置啊？要换吗？这边呢，这个本来就是他的位置啊，位置。你想换位置？对。对啊。吓到我了，这里吓到我。二天啊！我选好，那我们要先开始哦，因为文成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好像有一点状况。好的，希望大家是谁？进来。可以吗？形象可以吗？错了。这是要贴，要先贴一下。啊，那后面那个黄色的要撕掉，有一个黄色的。啊，弄成这样要干嘛？给你惊喜呀、啊！你这个就不用拆了吗？对啊，就不用拆了，就一直在这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没人会进来吗？没有，我们就这一件是我们包的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对对。好，就这样。是有啦，可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不要用地毯，因为地毯很容易脏。其实但踩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，对吧？陈哥，你还是回去那个位置吗？对，我喜，
喜欢就是在角落比较没有人打扰的地方，可安排这比较刚刚好，因为毕竟我跟杰哥就是比较不讲话的，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啊，比赛的时候就会专注于比赛，就比较不会去讲话或干嘛，就做自己的事情，要干嘛，所以每次我来都喜欢去坐角落，就没有人吵，要上厕所也方便。完全没有 surprise 到的感觉，可以这些没有，他在检查有没有电器，也没有微波炉、烤箱，要在这边待那么久，对，来咖啡机按个下去，慢慢升级，对啊，咖啡机按了就有可以喝，对啊，是大冰箱啊，有时候大冰箱啊，对啊，一些旁边还有一些什么训练赛前要吃的啊。对啊，微波炉有时候冬天比较冷，想要喝热的。咖啡机啊！我们现在马上做笔记。对，要有一些家庭。还好十二月国足赛。感觉就像回家，感觉很舒服啊。对啊，不然前两年就感觉很清清空空荡荡的感觉。对啊，就进来就感觉是一个职业队，然后就是有得到冠军那种荣誉感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会很期待今年就是在中大，就可能会比较兴奋。I think it's a cool surprise for us as we head into the new season, so hopefully this kind of gets everybody, you know, a little bit hyped and going into the first weekend, and hopefully we can take care of our home court first weekend. So.It was a bit of a surprise. You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 Halloween. Yeah, man, I thought y'all were going to have people with masks like popping out of the lights off, everything like that. So I was a little scared at first, but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. Much better than that. 终于哦，绕了一圈，终于我自己的那个 locker room 就觉得开心了。进来之后才发现有跟之前不一样，稍微有被惊吓到。那你也知道，我被警校不会那个显现出来，我会吓在心里，不会吓到外面。什么感觉啊？吓到啊？就哎，怎么变这样？是不是走错街了？走错街？对啊，就是冠军之后的一年。哦，如果三连霸的话，刚整个那个杰哥都许愿嘛。那你们如果觉得三连霸，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许愿？三连霸？三连霸没有。哎、欸，那个洗澡那边用浴室，浴室可以升级，浴室这边，挖个温泉洞，三温暖 SPA， 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对啊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赶快再出去一下，想要重新进来一个仪式感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毕竟是职业球队。然后我们到了不同的客场，其实也看到其他球队有这样的一个很算球队一个待遇吧。那我觉得这些球员，我们球队也非常，球员都非常努力啊。我们也2-8了，那我当然希望，我当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年竟然会有这么棒的一个拉克伦，那包含每个人都有，然后我们教练团有自己的一些位置，然后张防务员那边自己的一个空间，对，一切都很棒。我还可以再提一些建议，对，不过已经真的很棒了，99分，只差一个人在出版，没有，在自己要一个冰箱，我才要一个咖啡机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